28，危机之下的团结面对外星遗迹激活所带来的危机，水星基地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显著加深。在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，他们不仅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协作，也在艰难时刻中发现了彼此间更深层次的联系。共同面对挑战，危机的爆发使得整个团队必须团结一致，共同面对挑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的专业技能和个人特质都被充分发挥和认可，无论是工程师、科学家还是支持人员，每个人都在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共同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。沟通与理解，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中，有效的沟通成为维持团队运作的关键。团队成员们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，学会了更加开放和有效的沟通。通过共享信息、讨论策略和表达关系，他们不仅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，也加深了对彼此想法和感受的理解。情感支持和凝聚力，面对外星遗迹所带来的未知危险，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支持变得极其重要。在压力和恐惧之下，他们相互鼓励，分享彼此的担忧和希望。这种情感的交流不仅帮助他们缓解了压力，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。共享的经历和成长，随着危机的持续，团队成员共同经历的艰难时刻成为了他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。这些经历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，也促进了每个人的个人成长。面对挑战和困难，他们学会了更加坚韧和适应，同时也更加珍惜团队和个人之间的关系。文化和背景的融合，水星基地的团队成员来自地球上不同的文化和背景，在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，这些多元的文化和背景被视为团队的财富。他们互相学习，欣赏不同的视角和经验，这种文化和背景的融合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创新的思路。危机之下，水星基地的团队不仅展现了专业能力和决策智慧，更展现了深厚的人际关系和团队精神。这种在困难中形成的团结和友谊，成为了他们共同应对未来挑战的坚实基础。